一年我曾说，在你的妆容里我心已深陷，心就在这里，无论你是否相伴，爱就在王书记，您认识这些密码？在晋察局根据地的时候我们用过，尽管现在啊我还不能完全确认你的身份，但是你熟悉这些密码已经很说明问题了。王书记，我一直在找一位曾经在上海工作的姓黎的大姐，我一直在找她。她是你的直接负责人？我没有见过她。有的照片吗？他叫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他一直是和我的组长单线联系的。根据当时的工作纪律，秘密组织成员同事的档案全部销毁。你说的那位姓黎的大姐很可能不姓黎，不过这件事我放在心上。王书记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。说。先不要公开我的真实身份。为什么？迪特现在怀疑我是他们的人，我必须用这样的身份继续隐蔽下去，实际上是为了我们一位同志的安全。沈河同志，谢谢你。沈河同志，以后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直接找我。离开宁阳，离开我的视线，从我的视线中永远消失掉。我没跟你打赌。我知道的呀，所以我来帮你收拾东西吧。你别太过分了，我还是你领导。为什么这么大声音啊？因为你理亏。你可以喊我少凯，刚刚有人这样喊过我的。审核的事结束了。郑副院长，其实我也有历史问题，请组织审查。赶紧洗手吃饭吧。我今天可算是看到一出好戏了。那沈河真有本事，医院里面两个最有水平最有权威的医生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了。他年纪轻轻的哪守不住啊。我现在真是越发怀疑那个沈河有可能是自己人。那他一定是娘们的手下。我得让他成为我手里面的一颗棋子，制约娘们，而且要找出娘们，拔掉我背上那颗钉子。你有这本事。哟，啥时候学会忽悠人了？什么叫忽悠啊？这是这么多年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知道吗？
是什么呀？又是那个娘们干的吧？哎呀，你说这个娘们她也太神通广大了，她竟然能把任务下在馒头里，太不可思议了哈。这是你干的吧？这都让你看出来了。我是觉得那个娘们儿吧，她每次都是写个纸条给你下达任务。我看你这两天挺累的，又怕你出危险，所以我也是为你好啊。说你是不是盼着我早点被公安逮住你？你怎么金口天乱？我不是。行了行了，到门口去给我把把风去。我又不是看门狗。局长都到了，等你开会。过去。东东怎么了？吃了药，这烧也不退。哎，金霞，你带东东去看病。好，找沈医生。谢谢了，金霞。放心吧。小心啊。走吧，走。小家伙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嗯，你也会推天河水呀？你挺厉害呀，你连推天河水都知道啊？我还会背《药圣歌》400倍呢。真的？我不信，你背段给我听。哎，小乔人，人生泪干大苦元气，只可生津调龙养胃黄，七性温收汗固表，托苍生机气虚莫少。哦，你太厉害了。我爸爸才厉害呢，他是解放军，打败了日本鬼子，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。看，这是我爸爸做的。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爸爸叫鲁阳。难怪这么兴奋呢啊！司令都表扬你了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。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咋的？哎呀，哥，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啊，是啊。真好玩，送给我啊。这是我给别人做的。给别人？谁呀？谁呀？不告诉你。秘密，是不是给我未来的嫂子做的呀？你心口开河啊，这里可是部队。那你给谁做的呀？给谁做的？说呀说呀。这是我一个女同志托我做的。
一个志同道合的女同志托你做的，那还不是未来的嫂子吗？这死丫头，看，不想接受任务了是不是？啊？我什么时候可以上前线打鬼子啊？很快。不过，组织上决定先让你单独去一个地方。去哪儿？重庆。放心吧，他已经退烧了。少吃油腻的是吧？对，他食火重，尽量让他少吃点油腻的东西，多吃点蔬菜。平常让他多喝点温开水。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，把体内的垃圾都排出来。行，走吧那。东东。方子忘了给你了，谢谢啊，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，阿姨再见，再见。秋野来电，他同意再与两位表哥见面。星期日下午2点，人民电影院门前。同志们，秋英把接头地点定到了人民电影院门口，电影院地处闹市，人比较多，情况会瞬息万变。我希望你们提高警惕，面对一切情况。你们俩沉住气，见机行事。是是。好，下午1点，准时到达各自的位置。是。小同志，你们就吃一点吧。我不是。沈医生，你看。你去吧。小严同志，闹情绪了。我想回部队，回到前线去。可以啊。真的？等你的手恢复到可以握枪。沈医生，我的连长、排长还有班长都身负重伤，坚守在战场上呢。我求求你，就同意我出院吧。你求我也没用，在战场上你听他们的，在医院你要听我的。你现在需要吃饭，增强你的抵抗力，这样你的伤口才能迅速的愈合。你才能很快地回到战场上跟他们一起战斗。我说的对吗？我还是想不通。我听他们说你很想看电影，想看吗？想看。那这样好不好？你把这些饭都吃了，我下午带你去看电影。真的？真的。太好了。我去买两片西瓜啊！那你快去吧。西瓜，撒两片西瓜。
西瓜。来两颗西瓜。西瓜。西瓜。营长，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？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，让他们跟吧，迟早收拾他们。下次有机会我再请您看，快看吧。你回去给你们战友好好讲一讲，是吧？是。哎，同志，你东西掉了。谢谢。青黄梨。什么？青黄梨。青黄梨。宁阳有两处黄梨，你要去北陵的话，那边三路公车可以直接开到门口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收起来，万一让别人看着怎么办？快快把它收起来。夏小兰，她说门口有个卖西瓜的，是她的邻居，那是个公安。我当时我就懵了，我一看表，这已经快两点了，我得出去通知你啊。我就举着两块西瓜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懂，我怕你中埋伏。那平时在电影院门口有这个人吗？没注意。夏小兰说，她可能是蹲坑抓小偷的，但我怕是抓你的。你下班了以后，这个卖西瓜的人还在吗？在，电影院还有夜场呢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身穿灰色衣服、手拿花包的男人？
有，就站在那个台阶下面。不过我下班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。你再仔细想想，他是什么时候走的？哎呀，我光顾着找你了，我哪注意了。这个人就是要跟我接头的大表哥。如果今天下午真的有公安埋伏在电影院门口的话，那他就是诱饵。那这就表明那两个表哥已经成了公安的俘虏了。啊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可是那个卖西瓜的人，直到下午5点你下班的时候都还没有走，那就应该不是冲着我来的。那就说明，他就是蹲坑抓小偷的，原来是虚惊一场。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侥幸心理。彩云，嗯，你今天下午做得非常对，看来你完全可以成为我的助手了。我才不要当你的助手呢，人家是因为怕你出事儿。儿剑，咱们别干了，咱们走吧。咱们去云南，你不是说那边的边境好过，我们从那儿到台湾去啊？李当现在还是在抗战的时候，现在共产党可是全民皆兵啊。也许没等咱们到那儿就已经被发现和逮住了。还有那个娘们儿，如果她再揍我一本，就算我们到了台湾也难保我不人头落地。这可怎么办呀？停，现在这个时候只有咬紧牙关挺下去，以不变应万变。我在没有十足的把握情况下不能确认那个表哥是否安全，我是不会再露面的。要是那个娘们儿再找上门来催你呢？我求之不得。我真想知道这个娘们儿到底是谁。那个沈医生他是怎么说的？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说秦黄林，他应该答我黄土。科长，你说他为什么不接电话呢？因为他不是秋雨。那太巧了，为什么偏偏赶在2点钟来看电影呢？所以我叫你去跟他接头。那也不排除他不是的可能。科长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两次接头的地点都是蚯蚓提出来的，但是他都没有出现，说明他察觉到了什么。但是你们别忘了，空降敌特的手上有一大笔经费，蚯蚓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所以局长要求我们继续以大表哥的身份同他联系，找出原因。另外要加强对敌特电台的搜索，重点是城南和城东。是，这回一定不能失手了。忙去了。哎，坏了。是啊，漏气儿，都漏了好几次了，总也修不好。哎，来，你看，我看看。哎，可能是带闸了吧。不地道，知道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那边那个修车点啊，那个人不地道，他总是故意给你修不好，然后让你多找他几次。哦，我说的。哟，那要照这样的话，我那点工资啊，可不就全搭在这修车上面了？我也挣不了几个钱呢。哎呀，这有大钱你也不挣啊。什么意思？啊，你看，这修车就挺挣钱的，是不是？你刚才不是说要把工资都搭到那修车上了吗？我们这工资你不给开的？您是这个意思？啊，你还以为是什么意思啊？行，您快点吧。好嘞，我赶着上班去。好嘞，明白。哎。
在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下，我院党委决定组建一支业务能力强、思想素质过硬的赴朝医疗队。开始报名了。沈医生啊，我们去写决心书吧。好的呀，走走走，静霞。一条小路，曲曲弯弯，细又长。一直通向你的远方，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啊，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。怎么了？想上战场了？乐副书记，你来检查呀？没有，我就出来转转，看到好多同志都写了决心书，真让人高兴。不能落后。嗯，这次你不去吗？我倒是想去，但是行政人员是不被批准的。东东爸爸跟着部队都入朝几个月了，真想跟他一起并肩作战。他一定也很想见到你。这见一面可真难啊。放心吧，是亲人，总有一天会见面的。我再到别的科去转转。罗副书记，一鸣不能去。你看啊，老郑是院里领导，他是不是得起个带头作用啊？罗副书记，我在宁阳举目无亲，就想找您说说，劝劝他。您帮帮我。你说现在在前线打仗的战士是谁在支持他们？那肯定是他的亲人，对吗？那你又是老郑的亲人，那你是不是得支持他？您会把您爱的人送上战场吗？我丈夫现在就在朝鲜战场上，无论是作为他的妻子还是同事，不管他做出怎样的选择，我都会全力支持他，并且为他感到骄傲。看来我找错人了。啊，曹老师，啊，有件事我要向您汇报。包。啊，我去。谢谢。哎，曹老师，您跟刘副书记说的话，我在门外都听见了。您也别上火，那上战场那是光荣的事儿啊，我都想去呢，是吧？您该为有这样的男友感到骄傲跟自豪啊。你不了解情况。其实有些话你没有说到点子上，你应该说审核。审核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您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吧？您想想。那个政府院长啊，肯定为了避开闲话，那兴许就不去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又成全了我们罗副书记，跟他爱人团聚，这必须两得嘛，是吧？审核，哥，快尝尝。哎，尝尝这个。嗯，好香啊，一闻就知道好吃，将来你婆婆肯定喜欢你。真讨厌，乱说。怎么乱说了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嘛。等哥从战场上回来啊，一定给你张罗啊。哎，对了，哥，小福姐这次去吗？哦，已经是内部通过了，审核在医术上拔尖，别人比不过她的。如果没有曹琳琳，如果没有你们分开那几年，该多好呀！我就想不通了，怎么总是和那曹琳琳搅在一块儿？哼，傻丫头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，快吃饭。你还真是有口福啊！来，我给你搬个凳子。不用了，我不吃饭。嗯，我今天来想跟你说件事。嗯。你要战场还是要我？这两件事没有可比性。我等了你这么多年，就是想跟你有个结果。可你倒好，从解放战争拖到现在抗美援朝，
这仗要是打不完了，我还成了修女了。我没有让你等啊。好，就算是我单相思，就算是我一厢情愿，那我今天就正式向你表示，我要跟你结婚。哼，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的。那我请你现在就考虑。我现在是不会考虑。同志，我都29岁了，你还让我等多少年？是你自己愿意等的。你吃饭啊。哦。小草，请你注意自己的形象。我觉得该注意形象的是你，我都打听过了，你带队，审核也报名，你们俩本来就不清不楚的，别当我是傻子。这跟审核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就请你离这个女人远一点，一想起你给她煲的莲子粥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你每次见面就跟你吵架，我真的是不想吵了。你走吧，啊！我去哪儿啊？回你的文工团呢？我今天就不走了。你现在不走是吧？我不走。那好，那我走。哎，一鸣，你别想躲着我，咱们今天把话说清楚了。审核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历史不清楚，有严重的问题。他平日里把你当靠山，背后跟那个姓陈的医生勾勾搭搭。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曹琳琳，你说话要负点责任好不好？小福姐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路人。小福姐是谁啊？审核呀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她跟我哥从小就是青梅竹马，要不是你从中插一杠，他们早就在一起了。我说嘛。你们俩的关系看上去就不正常，难怪你死活要来宁阳，原来这儿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小福妹妹勾着魂呢。哎，你说什么呀你？小草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跟沈河是清清楚楚的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走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沈一鸣，你给我记住了。我是为你来宁阳的，你不可以这样对我。哥，我又惹祸了。不关你的事，吃饭吧。啊，我小福姐。哎，曹丽丽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快坐。你跟我们家郑一鸣是青梅竹马，可你们俩在我面前却装着不认识，演技真够一流的。对不起，那是过去的事儿了。过去？我看你们俩是回到过去了吧？没准儿都已经重温旧梦了。难怪郑一鸣把这个当宝贝似的，原来都是因为你，他先养一盆，你也养一盆，这是你们的定情之物吧。让你定干嘛呢？哎，让你定，丽丽，让你定，让你定，让你定，你不许弄坏我的花，让你定干什么？是吧？我就是要让你知道我现在的感受。
姓曹的非疯了不可。那两个人呢，要天天的开战。听说沈一章以前是正副院长的媳妇儿，两人走散了。人家不是媳妇儿，是恋人。就是这个恋人，给我们副院长害惨了。啊，对，还有那个陈少凯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像蜜蜂一样，整天跟在沈河的屁股后面嗡嗡嗡的，嗡嗡嗡的，那医院成什么了？而成了资产阶级小爱巢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难道不是吗？自由主义。霞，霞，霞！你要干嘛？再让我听到你在背后乱讲话，揍你！你有没有怕你？哎，革命同志不能打革命同志，我们都是革命同志。谁跟你是革命同志？哎，同志们，同志们，要打人了！同志们，同志们，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同志们，要打人了！同志们，同志们，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同，没有人会救你的。我就知道不敢动你，上海男人敢打东北男人，咋死呢？是我不好，是我乱传闲话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你知道这种闲话传出去对沈河有多大的影响？你怎么这样啊你？啊，你必须认真检查啊！朝鲜战场你别去了。我，曹老师，是这样啊。这不管有多大矛盾，也不管有多不高兴，怎么着也不能在医院吵架，你说是吧？这影响太不好了。你们两个人的事儿，要不还是你们俩自己解决吧。我们先出去了啊。那个曹老师，你也出来。罗副书记，我在帮您呢。帮我？你坑我呢吧你？您想想看，那正副院长肯定迫于舆论的压力才放弃率队，那您就有机会去朝鲜见到东东的父亲了，这不一举两得吗？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功于心计的人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用你帮，我不用任何人帮，更不用你这种卑劣手段来帮我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伤害了几个人啊？你必须给我做出深刻检查，听见没有？还有，向沈河当面去给我道歉。一民，一民，你必须跟沈河道歉。我又不是故意要那样的，你刚才都看见了，我是被利用的。还有，你跟沈河的事儿，你干嘛不自个儿跟我说呀？我不需要每件事情都要向你汇报吧？你又不是不了解我的个性。我最见不得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，尤其是沈河。我不希望你再这样胡闹下去了。你都快30岁的人了，能不能学会明白事理？自从你来了之后，就没消停过，没完没了的闹闹闹闹闹闹闹。你闹够了没有？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累不累啊？我不累。你不累，我累。我再问你一次，道歉还是不道歉？一鸣，那刚才呢？谢谢。应该的，必须要保护你。不好意思。又连累你了。怎么这么讲？我心甘情愿的。我不想让你背黑锅。这个黑锅我愿意背。沈河，有一句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，一直想对你讲，
哪怕只能讲一次，哪怕讲出来以后你会拒绝我。你说吧。我爱你。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沈河，我真的爱你。陈少凯，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，我视你为知己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我们俩是不可能的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沈河，哎，你放开我。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可能？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沈河，请你接受我的爱。陈少凯，你起来！你听我讲，这是在医院，你干什么？放手！你不接受，我不会起来的。沈医生，起来！一敏，你都看到了，这就是你青梅竹马的小福妹妹，我还用得着给她赔礼道歉吗？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。Cheers.